好，非常欢迎大家再次收看我们这个鼓手达人秀的节目。那当然啦，在上周呢，我们看到有人介绍有关Funk 这个节奏，他们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变化？那我们短短在十分钟之内呢，我们可以给你们很多有关鼓知识的一些不管是常识也好，或技巧也好。那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在这个十分钟当中呢，能够学到自己要的，还有听到一些还不错知名鼓手的分享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今天呢很高兴的邀请到，就是在台湾也算是最近几年串起的一个乐团，大家都有听过有关 Fun People 这个乐团。那我们很高兴荣幸的邀请到 Fun People 鼓手盛展。大家好。哎，那哎，盛展，其实身为鼓手，其实我一直很好奇，近几年是不是就是好像有在流行一些有关黑人音乐，我们那个称为叫 Gospel。Gospel 这个东西其实应该算是叫做福音音乐啦。Yeah. 对。那 Gospel 这个东西其实在国外，他们是那种美国的黑人教会，他们的一种音乐形态。那其实 Gospel 在国外跟在国内的形式是不一样的，其实都是福音乐，只是因为那个地域的关系，所以养成的那个音乐风气不一样。所以我们通常听到人家说 Gospel Chops 是这个东西，其实都是在说美国的他们那种黑人教会的那种敬拜的那种音乐模式。所以你说这个形态是从教会里面所延伸出来的东西？嗯，算是这样。我还有听有一个人说，就是他是在那个美国黑人区那边在玩音乐的朋友，他说其实Gospel Chart 的延伸还有多了一项，那就是他们因为彼此之间鼓手竞争非常的激烈，所以他们为了在短时间在打鼓能够秀出他自己的东西，所以会很人家所谓的 show off， 就是秀的自己把自己会的，然后全部在一次内打出来，所以慢慢的形成了这种风气。嗯，也可以这样说，没有错。不过其实像是我们在做音乐部分，最重要的还是那个音乐性的建立。对，所以其实你要说 show off 很多东西的话，那个其实有的时候他们也不是非常刻意的要去做一些秀，那个是一个当情绪到的时候，自然就会想要多做一些东西出来。嗯，对。那这刚才看你 solo 当中啊，就是里面是不是有很多 gospel chart 的手法？其实 gospel chart 你不可以说它算是什么手法，对，因为它其实只是一个概念。那你可以说 gospel chart， 因为它是黑人音乐里面其实有包含了很多形态，像是 R&B 啊、jazz 啊，然后比较大家熟知的可能就是 hip hop、funk 这一类的东西。那像可能会用到很多的人家说的线性。不过线性这个东西其实不只是在这个领域里面会用到，线性也只是一种手法，所以其实你在每一种曲风你都可以用线性，只是用在这个部分的话，它的线性的感觉会特别的强烈，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动态感。嗯嗯嗯，对，所以大家可能就会对Gospel Chops 就会想到是线性，那其实不一定是线性，对，它其实是一个形态。那你们像你刚才说到线性，那你在 Gospel Chops 里面使用线性这个手法，你有没有最喜欢常用的一些惯性手法，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两个？其实这个东西在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故事叫 Aaron Spears， 他的教学带里面其实就讲到，其实就是一个手脚的交换的练习，像是像这样子。是一个串联的做法，那我们可能是用在 polyrhythm 里面，或者是用在其他正常的那个四四拍的节奏里面，我们下去做一个组合，这样子下去使用它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好用的一个线性手法。是，对。那所以你刚才是用手拿交换的方式，再加脚去组合出一些线性的律动，然后再移动移位嘛。对 ，OK。那你有没有跟我们推荐？如果说今天很想要入门去尝试这个节奏，这线性节奏，你有没有推荐一定要会的？就是只要是玩这类型音乐的人，大家都会的。其实对我自己来说，其实我一开始碰线性
这个节奏其实不是从人家说的嘻哈或者是 funk 里面下去碰到的，我是从一个蛮有名的乐团叫做 Mr. Big， 他们有一首歌，对，他们有一首歌里面有一个固定的节奏，对，在某一个段落有出现，那我现在先打一下。这首歌叫做 Take Cover， 对，那它里面其实就有用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线性手法，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要接触线性的人比较容易入门的方式。那我先简单拆解一下，我先打慢一点。那其实你可以去听到他的脚其实踩一个，对，他其实是踩一个，然后呢你再把你的右手把右脚跟左手没有碰到的点全部补到 right bell 上面，就变成对，所以打快一点，听起来就变。OK， 好，我们非常谢谢盛展能够今天为我们介绍有关 Gospel Chart 的一些概念，还有线性手法的介绍，给我们观众朋友提供了两个手法。那如果说大家对刚才盛展的手法很有兴趣的，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刚才说 Mr. Big Take Over 嘛？对 ，Take Cover。OK。那我们可以去参考这首歌，那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学习到一些东西。那我们节目之后呢，盛展要为我们带来一首精彩的演出，那我们一起来看。